小林玩具，王子，快救救我！我被困住了，快救救我！才不去救他呢。Hello， 是零食。哦，你来救我了，我的 Superman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他是 Coco。今天呢，小林要给 Coco 砌一个大房子。这个呢，就是现在 Coco 的小窝。你看已经有点脏了，然后呢，这边都被它咬坏。然后呢，其实对它来说现在有点小了。所以今天呢，身为妈妈，我要给 Coco 呢建一个大城堡，期待吧。我怎么一点都不期待呢？你看，今天妈妈一定要给你造一个超级豪华的宫殿。妈妈居然选择挑战这么艰难的任务。先看一下说明书，一二三四步就完成了。但是这么多箱子哎。哦 ，OK， 好，长得一样的先分个类。但是真的实在是太热了，我这个呢是很热的这种卫衣，我先呢去换一个 T 恤好了，换好衣服回来了，接着呢来做一下这个，先呢它这里面呢有暗线，真的是累死我了，哟呀呀 ，OK， 这边呢再打进去一点，哟哟哟，当当。有窗户，这好像是一个，你看梯子，哇！为了让它呢能立稳，所以呢在里面呢放上这个夹板，给大家看一下哦。这个夹板呢是这样放进去。OK， 现在呢要把这两个和这四个城堡呢连起来，先两个两个的来。喂，这边呢也有孔，然后呢把这个喂压下去。还没完成，不过呢已经修好一面了，我们这个呢是四面的这样一个城堡，这边呢就算是后面啊。这个在做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，这边呢有洞之后还要确认这边是不是有洞，如果这边没有洞的话就因为你就没办法再连接了，所以我刚刚呢就又多做了一道。好了，那现在来连接一下侧边的城墙，那就要用这个了。哟哟，这边好了。这边掉了，这个到底要弄到什么时候啊？好，把这边呢整理干净一点。OK， 大功告成。这怎么还有东西啊？还没完成，这个上面还有顶啊，
城堡的顶，这个呢就是城堡的顶了。OK， 拦不到我，拦不到我。OK。小灯泡，呜，还有这个很漂亮的，哇哇！酷酷，哦，酷酷怎么不进来啊？看来新的房子还不适应，好吧，那就用酷酷最喜欢吃的零食来喝。哇，好香啊！哇！哇！成功入城，成功入城，哥哥。坐下，乌鱼真乖。趴下，手，手，这边。嘟嘟，您的信到了。来信了。小林呢，反正是累死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千万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4月10号至4月23号，小林英语杯小风铃101英语风采大赛，期待你的参与。到底最佳英语风采小风铃的称号会花落谁家？4月10号至4月23号，将在小林英语开启报名入口，上传你的英语风采视频即可顺利报名。最终入选的20名优秀选手都可以获得小林英语送出的大奖哦。我们在这里期待你的参与。